来，你唱唱祖海。唱唱我姐是吗？对，你心中的祖海。我心中的祖海。1998年，一个地方有了大水，于是一首歌曲变成了永远的经典。那就是为了谁，那就是为了谁。哇哦，当他的旋律响起，心中无限温暖。当你第一次听到祖海的歌，当你第一次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堵着帮我唱了。想告诉他，正是因为有了这首歌，我看到了世界上不一样的美丽的颜色。啊，弟弟，我姐必须要拥抱你一下。必须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真的。